快啲一出集就快马加鞭啦！而家直奔呢一个终点，听住赢啦！生日快乐！本身今日谂住同爹哋出岛玩嘅，请咗假，但系咧今日唉落大雨又雷暴啊！不过唔紧要，我哋而家 plan 过另一个行程，而家去食饭先。今朝仲系好大雨又有雷暴噶，太劲啦！呢两只晴天宝宝，次次咧一出街咧，就算本身雷暴啊、大雨警告嗰啲咧。都会变成天晴啊！你睇下，难得嘅天晴啊！哇，蓝天白云啊！最好嘅天气就系咁样噶啦，有云又唔会太晒。间餐厅嘅位置咧比较难揾噶，唔好就咁揾呢一个河上香路，因为河上香路咧好长噶。佢有一个Open Rise 咧，嗰度会有个地址叫做居石侯公字啊，类似。咁你打嗰、那个Google 地址嘅时候，要打翻居石侯公字，咁嗰、那个位置就会确定啲咯。见到呢个路牌入咯，河上乡排风路。好啊，啱啱打俾你嘅，我而家喺呢个居石侯公字嗰度。系啦。咁你嗰度呢，你见唔见到有间中记士多啊？见到啊。中记士多嗰条路呢，你一直过、哦、一直沿住嗰条路一直行。行到去呢，见到斜路呢，就唔好上斜路。就喺斜路之前呢，就左手边转入嚟就係啦。揸车呢，见到呢个金顶湖畔嘅牌呢，就要停㗎啦。我哋头先呢，一直继续遮车入去，就会去咗住宅区囉。认住呢个石碑。咁泊车呢就免费嘅，因为佢附近有啲咁嘅有啲咁嘅石仔地可以免费泊车囉。个环境大概就係咁囉。其实呢个又唔叫得係一个湖，呢度係好似有个窿就有滩水咁咯，一个好细好细嘅湖景嚟嘅，咁就都系嗰句啦，影相咧就靓过实景咯。咁、那个 overview 就大概系咁嘅，不过佢又冇夸大嘅，因为佢唔系湖景嚟嘅，同佢个名字一样啦，何时？河地啊，你当佢系一个池咁啦。咁咧，佢有大量嘅室外用餐位置嘅，算系都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张台，里面就有少量嘅室内座位啦。我哋就点咗个魔法森林，心静自然凉啊！佢室内有冷气，不过就唔系好够咯。何时何地咧？附近有一条路，就系沿住条河咁样行嘅，好适合放狗啊！河的两边咧超级多牛牛啊，成条河边都是咯。原本谂住带爹哋去游水噶，去啲狗狗泳池，点知雷暴警告去到4:30啊，所以冇办法啦。去彭福公园啦。哦，彭福公园嗰条线啦，我先往隔篱嗰条线先。停车场系啊，公共车场啊，3:00免费，3小时免费。哦，3小时免费。第4个钟一到啦。哦，唔该你。彭福公园有自己嘅停车场嘅，咁首3小时咧系免费嘅，第四个钟咧好似要100蚊啊，佢系咪话？好彩啊！落咗车之后咧，就行马场方向，
跟住会见到有个牌写住彭福公园，沿住条路行过就系啦。实不相瞒，佢哋咁大个仔，今日爹哋五岁生日咧，都系第一次去彭福公园咋。行到路嘅尽头咧，就搭 lift 啦。咁出咗 lift 之后咧，就行右边呢个隧道。哇，到啦！哇，彭福公园好大啊，好靓啊呢个地方。系喎，打个卡先。哇，追唔切啊个镜头。姐姐。姐姐，系咁打卡咯。彭福公园真系大到离晒大谱啊！啊，真系好靓啊，好靓啊！好搞笑，望唔到尽头嘅彭福公园啊！网上睇咧话佢占地20英亩，唔知1英亩有几大呢。哇！18号嘅爹哋一出闸就快马加鞭啦，而家直奔呢一个终点，姐姐赢啦！好好彩啊！头先喺彭福玩咗一个钟，上车就落劲大雨啊！多谢你收睇我哋嘅短片。看完咧，麻烦你，希望你可以俾多个 like 我哋，同埋订阅我哋个频道，仲要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下一条片噶啦。拜拜。